老公要不要的？蛮好看，蛮适合你的。那这好多钱呢？这个3000块钱，鸭正规吧？鸭子最新款的，能不能便宜看呢？全零个，要么就是8呀。你会死吧？这还不如不换。真是的，那真真搞，那把个零头骂他，2.95算了，好不好？2.95哈。啊。耶耶耶！我天天呐，真是你们会不会还价？买小菜吧，还2.3再还。小林哥，也不依你的，也不依他们的，就这个衣服，80块。我说你是哪些货来的啊？你不是给你看这衣服是开线了是不是？你看就是低档货。假如这裙子换季了，你这几天不买买哪个？对不对？我们这衣服质量太好，不卖的话就多了个。80块钱进不来呀。亏了亏了，妥了算了。哎呀哎呀，穿都穿到了嘛，算了。快快去，说实话，看啊80，80元都买贵了，就是。看那，那穿走的呢？穿走。看老婆的，吃灰死。呀，那这是好运来着，看我们摁都不摁的，那就给我们把价还了。你们不会还价，光跟俺在。我呢，以前在那隔壁做生意，他以前有个人老租的，把我搞塌糊了。我这心里不舒服的，我就跳楼跟他还价，不让他赚钱。你还好不要了呢？啊，看你搞兄弟啊，以后只要有还价的位置，你就给我打电话，好不好？你有个联系方式。那说，要七夕。现在没得了干50的，哪个没得干50啊？这是看了的，都是500人，哪个？你这，你是俺姑爷把秋爷把他还是说明一下吧？还是那么试试吗？没关系啊，朋友，你跟他朋友哈？你朋友也是300啦，你？哎呀，喝酒嘛，这恩来就行了，恩心一到就行了，是吧？这就干50。我干我那是亏的，还个礼品那是亏的。这个礼品就不得多的很啊！我不要，你还减30，你就干30块钱算了，就干30。你干30块你我走不了路了，你。哎呀，你其他观点你说啥说话，我这这。你是说人情话，我上回去你的屋里都干50，你这干30是什么意思啊？上回肯定就干50了。你去哪里下配？你干30就不是走账了？这我看了个屁！你这是啥子玩意儿？你婚也结了，阿海生了，走也抓了，我让看。是好走了吗？哎呦，我天！你情何就过来赚钱嘛？你真是，我觉得你朋友关系之间不是太好吧？关系。请不请客就不请了，请不请客？哎呀，我天！送你啥？送我叫请不请客？我几个不管，你几个把那个必须把那个500块钱。给我赶到以后不敢来这的。哎呦我天，我是头一回碰到这种情况。审查的关系嘛，你还跑来喝酒，还多远子跑来我打的呢，都喝10块钱。哎呦我天，你快给他整了他个木头。哎呦，动手给他，还动手啊？哎，我敢跟你去吗？你动手啊？可是
看了，回来看我几个结婚，你就打我了。你是喝了，真是我感觉，哎，我你呀，你这搞事就说出来了，打我，你看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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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哎呀，哎呀，哎呀。是哪个啊？那个拐棍跟的，他带的那个，我不晓得是哪一个。你俩是个哪些人的朋友啊？那之前打牌跟的。你看没有子？你跟你死球死出来了，不是什么真心朋友，是吧？嗯。还跟你借五百银钱钱。呀，死的姐！你还下一餐？你拿我抢他什么话？吓成家伙了！哎呀，真是对姐姐。